想着。哎呦，他最近怎么了？碧晨的声音，他有疗愈我，然后我每一次只要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都觉得很感动，很有故事。然后又想到这个歌词，葛大为老师的作品，他每一次写的作品都会一针直接刺到你的心，你就会想到过去的自己。前一阵子跟朋友们去唱 KTV， 就在唱这首歌，然后就在讲他的故事，他失恋，然后就一直在说这首歌是他的疗愈的歌曲。所以我每一次唱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些情境，有一些对象，所以今天唱的真的特别特别投入。太好了，又加上刚刚前面两首歌都很打动人，我就一直情绪一直压着压着压着，到了这首歌我就忍不住了。两个人都是感情发到整个的这个歌里面的故事里面的。阿丽，你太性情了，太感性了，我真不希望你下次我们俩要唱歌的时候，你不能再哭出来，会影响演唱的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会。感觉到那种真，还有投入，情到深处了。对，有些歌是你一唱你就很难控制自己，你能够唱到一首能够让自己动情的歌，我觉得是很难得的。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，我觉得情歌情嘛，就是自然流露。它才是情，就是要有对象，有对象的情和有对象的舞台，它才是一个成立的舞台。对，阿琳的声音呢，非常的温暖宽广，似乎是要把悲伤的事情，把她的这个伤口尽量的把它再缝合。张碧晨的声音呢，非常的忧伤而且有穿透力，似乎又想把这个伤口啊把它撕开，所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断的被撕开，又试图去缝合，又不断的被撕开，听到后面我头皮都发麻了。两位这个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，太好听，太好听了。音乐里面也可以拿这个点线面来讲，点就是点到为止。碧晨做的也特别好，不是说一定要很浓很浓，就是在把感情在释放，反而的那种点到为止才是让人有更多的遐想。阿琳特别更加擅长线条性的演唱，揉碎了每一个字放在心里，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。然后面呢，就是他们俩理解这首歌宏观的感觉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值得回味感知的一首好的作品。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。我想问一下碧晨，你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诠释这首歌的呢？这首歌的感情非常的真挚细腻，细节很动人，就像我们东阳光仙虫草一样，一直致力于产品的高标准高质量。没错，用心挑选的好礼品呢，就像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天赐礼盒，它的形态非常的饱满，17年专注一根冬虫夏草，而且采用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，对家人和朋友的爱呢不用太隆重，只为提供更好的鲜享体验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，感谢你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，谢谢二位。此刻我们要邀请张远、陈斌来到舞台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建音团现场合影，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。